全日都唔太穩定啊，一時多雲啦，一時落雨添。跟住落嚟嗰兩個鐘會點咧？問下個天啦。不過球迷就似乎完全唔介意個天氣係點啦，兩邊嘅球迷依然都好捧場啊。亞爾瓦拉德球場喺2003年建成，可以話係歐洲最靚嘅球場之一。起到腳啦，入網！一開波就咁好睇啊嚇！最後嗰腳啊，簡單啦。喂，你點睇啊？嗱，完全唔明咧，點解佢哋會走甩呢一個射得之人嘅？簡直係明知故犯啊！巴黎聖日耳門，相信係冇預計到會發生啲咁嘅事嘅。佢哋可以點樣做呢？耶！有啲球迷都未坐定，已經入咗波啦喎！呢場波開得幾好啊！巧妙嘅傳球啊！派斯牛金配比。有機會反擊啦，射得啦，喂，差屎啊！傳翻去轉頭，好機會，截走個波啦，睇你呢下啦，呢球波靚啊，真係順到咧，阻都阻唔住啊！艾利真力回力治飛埋去攻入呢一球，所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係咪？嗱，夠膽冒險咪有咁嘅機會啦。诺丁咸领先两球，可以松啖气啦。而家就好机会可以乘胜追击啦。攞到个波，喂，有机会啊！又入一球啊！入波好似食生菜咁，又入啊！我啊中意佢够冷静啊，停一停先再射。诺丁咸遥遥领先三球，费奥伦斯、马昆奴斯、比斯完全不怕同人碰撞嘅，巴尼特好快咁向前传，达斯纳头正吹鸡犯规啊！祖安巴尼特，呢脚直线一下趟穿晒，起脚搞掂，又整多粒入波啊！浪接浪啊！咁样同邀请佢去起脚咧系冇分别噶。呢啲咁中意起腳射門嘅球員啦，好心你應該 mark 到佢實一實啦。後防咁唔小心，咪要付出代價啦。而家邊隊有優勢？睇牌都毫無疑問啦，係嘛？迪馬利亞、派斯牛金配比，嗱呢腳波咁樣咪傳咗俾人都有嘅。又出咗界啊！巴尼特、马昆奴斯、试下呃埋去啦。好，嚟到半场休息啦。正所谓门柱就是龙门的好朋友，进攻就是最好的防守，你看他们今天这样踢法，想输都难了。诺丁咸真的顺到呢，这场变成一面倒的赛事啊！刚刚去完洗手间的观众，我们下半场刚刚才开播的。哇，这人横看连看都是犯规啊，罚球啦！都是时候试多啲花神嘅啦，不妨可以试下喺中路俾啲长传啦，俾啲唔同嘅攻势，睇下开唔开啦，俾到波前面嘅队友啦。身形占优啊，搞唔搞得掂啊？入咗网啊！又一球，冇计啦，职业足球啊，梗系冇同情心噶嘛。
已经系梅开二度啦，当然系想入多几球添啦。诺丁咸完全冇人挡得住啊！华拉提派斯牛金配比，守门员大脚斩出去。出界啊！呢个时候换啲有气有力嘅球员入嚟都好啱数嘅。古沙华派斯奴金配比，马昆奴斯、达斯纳、马昆奴斯。巴黎聖日耳門鋪被球證捉到，罰球啊！迪馬利亞、基利安麥巴比，後防踢得好好、啊、完全不讓他轉身起腳射門、啊、想要個球，個球又來不到。咦，防线有个漏洞喎、啊，有空位俾佢啦，埋门嗰下啦，入得好靓啊！点睇呢场波都吓，唔使点踢落去啦。而家就冇晒面噶啦，唔知佢哋仲企唔企得起翻身呢？巴黎圣日耳门等咗几分钟，终于可以换人啦。我呢度换人好啱，因为我睇佢咧都冇咩体力噶啦。呢个时候如果继续踢咧，盏搞嘅啫。好，而家一个传球，艾利真力梅力治，喂，得唔得先？嚟啦！可以话系落井下石啊，咁样赢法，你都赢咁多啦。哇，睇嚟入波应该陆续有嚟喎。今场第二个入波啦，佢梗系想演出埋保之戏法啦。哇，又换啊！嗱，要赞咧，佢嘅意志力应该几好嘅，不过咧有心无力啦，教练换佢落嚟都啱嘅啦。呢下似犯规喎，啊系啦，球正吹咗啦。高华拉提，呢个直线靓啊！突破咗啦，过咗啦，而家反刀，派斯牛金配比，沙华，伊祖沙古尔，到底边个会攞到呢个波咧？基利安麦巴比，好机会啊！嚟到个靓嘅位置啦，完场嘅鸡声响起啦。诺丁咸呢一场真系赢得非常之轻松啊，揿住对手踢，对手想还手都冇得还啊。